人讲过啥？海沙的边啊遐，嘿，都有遐，迄个外孙头介绍的。诶，有机会你家看，我你也看到烟灯光啊，真真有味道哦。你这两支是许火力发电厂，啊，你也看到因遐气温就是介绍的，恁就大家拢保庇，恁袂去食着台式的就是遐。那是这几年，差不多二十几年来，森林面对的一个难题啊。一个工业区如果被盖好了，接下来的抗争到底是真抗争还是假抗争？那后来接下来的抗争是不是用来等啊公害发生，才是去抗争？啊，这其实日本嘛发生这种案例，日本盖在江口，就是一个干扰区边啊，你干扰区动无掉，叫起起来，啊，但是是不是有可能有一天，搁有这個工业区搁关起来？那这个是不是台西人卖的了，多数人爱去旅游的原因。所以温宁反六千的历史已经翻整部，但是奇怪，愈翻六千平的愈弱。哦，这盖厝的，但是听讲愈翻啊，温宁管政府含我的议员，含我的代表乡长，就摕到愈侪好处。所以看起来人民最后还是是被牺牲的，这就是六千。所以真看会到的，拢是会复杂的所在。内底听讲拢总啊，这些地是毋是吞起来？你这土地，这片安尼啊，卫星你看卫星图都汉大片哦，吼，这片然后他自己盖一个卖了港，然后自己进口，自己出口，所以大部分的石油跑去遮出口去，啊，污染留在台湾。啊！你看到的这吼、個，这就是农业，农业，那只要是工业区的一点边界，你只要一个边界就不衰了，啊，无你除非规大片拢甲变去，太困难。所以以前足侪争议的，包括什么隔离水稻啦、麦寮港啦、麦寮的环评啦、麦寮个一直扩产啦。那时候较早，迄阵要扩产，啊，我唔知喏连环爆，是爆炸了。啊，有人讲伊就是欠迄、那个王金平要欠收入，所以一届就烧一个工厂啊。啊，伊内底其实有五十间工厂，哦，南亚啊，啊，迄、那个南亚塑胶啊，台塑集团四百，啊，拢大概规管内底有公司。所以只好有时啊，你甲填工，用台塑等填工。歹势，迄、那个只停一间，啊，迄个其他诶拢无代志，佫继续连打光做做做啦。所以你也要看到因即种，是一个庞大诶体系，一种复杂。然后以前诶人是要安尼控金吼，伊也夹杂迄个公部门诶技术啊，反驳你，咱看到样子恶劣。啊，这是咱规个云林县吼。海堤是堤六星嘛，平原的地层下陷，啊，山边的土石流，哇，你也专工走来哦。对啊，你成功。现在是迄个为着要翻越湖山首富嘛，啊嘛翻加成功些嘛，票足侪人。六千股啊。哎呀，即摆六千股无去啊。是啊，拢完全无去。变水库。已经起好啊吗？啊，未啊未啊，起好啊，搁土石流，啊，着搁起好，啊，搁土石流。你那阵啊，咪去啊咧什么五色鸟咧时阵救无好势啊？救袂起，这内底太侪利益了。我即马回忆一下，所以迄阵我搁动用到迄个家中有无？美术班去啊写生，啊，迄阵搁做一领 T 恤，我一领 T 恤我做了介好。迄阵一刷、二刷、三刷，刚一领 T 恤开四五十万，好简单。你看印多侪领嘛，那迄个即个六千股拢无去啊，吼六千讲要起水库，啊即个这项的啊，一个水库讲吼，要起有一个爱有一个正当性，啊伊的正当性叫做啥物？伊的正当性讲叫做温林环保水库，啊咱想讲，哎温林环保水库，哎这可所以可能起一个水库肯定是，他没有接水吗？咱最爱啉，啊温林环从来没有。缺水过，对啊，因为都抽地下水。啊，这是这吊过的啊，温泉关的地下用水哦，
迄咱的，阮大屯，阮兜的水源一开落，迄拢是地下水。啊，结果阮从来无咧讲饮地下水的致癌，饮地下水的乌脚病。但是汤加的是饮水库的水才是会致癌，是足趣味的啦。这有一个水库的论坛，来听你的分享。有水不喝水，好像都要装那个啊 OD 渗透啊，净水机。啊，迄、那个装卡所在边哦，伊就讲内底有矿物质，有甲醛、甲钙，啊，甲镉、甲砷啊，甲砷讲很好安哦。啊，是咧，这跑到环境做。啊，谁要盖的？啊，结果迄个啊，咱的水利署啊，经济部盖水库啊，啊，盖水库讲一半要做民生啊，啊，咱那个问我一半要啥物，讲一半要农业。不过到尾啊，一半要有工业，一个有六千。啊，这个积积积难投缘，你看呐，最近这个大雨，啊，积积难投缘是大，落家哦，水完全袂用尽，啊，材料崩坏。啊，六千，迄、那个全部无水好用啊，面对面临迄个关一个月。哇，咱个政府够好个啊！帮你开一个会了解决，用啥个水呢？用嘉义自来潭水库的水来用。我本身啊，嘉义人无意见，多数的人。咱唔知道，我们不知道啦。真的。咱看到迄，实在足气愤的，你看，咱水好用，啊又无咱补助。第二，啊、空气污染拢流来。啊，都是市政市长、市政府的，还是安怎？我每天摕一只吼，我常常拢会收到，什么讲，因前二三下讲迄个。迄种维护，迄种什么，迄个粒子啊，迄种细，迄个刚刚讲，一种叫做25 ppm， PM 哎，悬浮微粒，哎，悬浮微粒的一种 PM 二点，迄个话题，啊，迄个话题啊，都有一报告在讲啥，国家的事，一个人家就找无什么人能关心，你都讲叫我。惊到要死，拢无啥敢去看。你想讲，都步步诶，我著变环保斗士。啊，有什么关系咧？环保斗士有啊，我著娶无某啊。没啦，只要买某买有啦。你没烦恼，你没烦恼。人某准备咧，互你啊啦。环保斗士，介绍公司，做你准备。你这嘛吼，见报，你讲吼。到底是家中。我迄阵看，遐办一下活动啊，尔迄个水利署啊，办一下。我迄阵电话才接来，门口啊，拢有人甲我保护下来。迄阵就反正，迄有诶记者盖布分了去看过。这足吊话诶吼，一古早时代记者就分两派，一派叫做挖这个官方开挖派，啊一派叫做自由媒体，爱就是迄、那个唔管啥物报哦。你看这本叫做《中国时报》，哦，这个我上册，这蔡水心唔知退休了，我就想要上内头去。啊，刚搞我乱呢啊，啊，我就反正讲，你啊，较写都，但是写到无好安尼哦。明明咱开一个记者，啊，伊嘛来哦，哦，啊嘛做好嘞安尼，结果伊安写，拢是甲写到做歹，就是讲白白一个数字，啊，伊我都甲你讲安尼吼。讲，你着恁淮水区无唔对，啊，迄个文林。是要安怎？这行的，结果今卖时阵，到遐2012年，迄阵阮咧淮水区拢拄着这记者呢，啊，咱就拢只好直接去投稿嘛，报纸唔敢报。结果今卖拄着台西壁画这件代志，嘛是同款啊，出现两派啊，一派叫做文林馆长，一派咧文林馆长也认为迄派无听话，无听话一律称为阿 B I 啦。看到这拢乌暗面啊！啊，即摆我终于知影，这个社会嘛是爱有一寡暗面啊！你看，无安尼嘛袂使吼，绿色执政，什么暗面啊？阿比亚就是张荣伟啊！你即摆只要是无听话议员、无认同的媒体，就讲啊，迄拢是张荣伟啦。我唔知最近唔就搞讲啊，伊个是嘛张荣伟啦。他们整名老树嘛是张荣伟派，真派。张荣伟是谁？县长啦、啊，对，以前的老县长，你再有休息。以前的县长，你到你找不要，我现在捞钱。不过最近应该要问县长，
啊，我迄阵啊，我迄许光武阵，我迄阵后边啊，演唱会哦，光武那么白哦。我那我一直都不加一丝的动员，我还是想说，太多云林县，这几年前难认了吧？那这个几年前看一下，六年前的，2006啊，才六年，人都变了。那你看那一年，我们很充满着年轻活力，你看，你们这个年轻活力。你们都做一只鸟啊，做大只一只鸟。我们这啊，只鸟到尾啊，都好，你出力的游游村庄的时候，唔知你那电线拉起，啊不，杀完了后。那全部成功啦，你只要顾了无好势啦。对对对对。这样别个顾了。蔡英杰做的。很漂亮的一个。这只鸟，这只鸟真的漂亮。我以为是那种宝特，那是宝丽咯，做一个两层楼啊高的迄个，啊，佫会到规定啊，佮顶起来呐。以前我介绍，以前哦，以前我袂。你在什么地方？以前那种云林县倒掉。在什么学校跑起来？反正我后边边啊，以前办什么演唱会有无？你那时候还没有来哦、喔。你昨天嘛，这些风大同啊，这种玉山旅社的人脉，啊，无咱书店的人脉，咱唱歌，大家拢啊，随讲，叫叫你来唱歌，款水歌。你昨天那个，我即马最近较唔敢来啊。有一个嘉义监狱的余导师，啊，伊拢咧教迄寿星的木雕，啊，咩饺子头。你昨昏就叫伊做一条饺子头，款水歌啊，做一百粒，啊来伊嘛。嚯！我们的是开记者会，跟嘉义监狱的连寿星人都站出来要听我们还水库。嚯！那个典狱长气掉一次，那寿星人乖呵呵，那肯定还水库。哎，李老师又叫他们讲，没有，我只是帮他们代工做东西，哪知道他们就说是我们还水库。我说啊，你支持要做，你看你帮我们做，那就是还水库。都非常嗨。那一阵。办演唱会还蛮多的，然后一人一信嘛，吼。回忆一下，这个跟这个都有关系啊。我那阵吼，那阵子健拢派一群人去发帖啊，去彩绘啊，去呐喊呐，对。啊，吼，那阵盖住。恁孙啊，唔是冇去？啊，有哦，吼，规定的啦。啊，迄陈生叫骂啊，讲要关钱也无影，吼。哈哈。我只做啊，你但是到尾出一块 CD 啦。我这台 CD 放那，我库存都卖不掉。等一下自己找一下哦。这台我爱盖住，里面有一首叫《乱讲》。啊，了，2006还水库之后，2007年，我们的演员无代志啊，啊就开始在运作。迄阵哦，就开始一群人就讲啊，无来休困，写出国比赛去了。迄阵青舞会拄啊好像，对，啊无。迄阵青舞会还国民党，但是青舞会内底一定一个案，就是咧国际制度。啊，迄阵阮安怎写拢袂过，但是一直拖到当时，迄个2010年，那2009年，2008迄个绿色执政，2009年迄种迄个郑丽君即马做为迄个立标迄个青舞会主委，爱着讲啊来来恁即边。较早，你看未满30岁的年轻人有骨气，你们不是想要去世界看看，安、啊、来做几个什么计划？迄种就即、這个甲多少，就是即届即个科贝壁画，即个像许秀云啦吼，伊就写一迄阵我学妹，还有写一个案，讲要去旧金山。我阿不，我迄阵讲会当做夜市呢，做回去，啊，迄阵。旧金山有几啊区域啊？有迄什么墨西哥区啊？有迄什么？反正有足侪迄种附近的诶跩移民工、刷移，啊，因的生活内底吼，除了逐天因做工作以外，因就会想办法用一寡壁画去一来做社区营造，就是讲，即个新移民入来的人，变到透过做一寡壁画，大家一起参与。啊，凝聚迄个共识，啊，再来迄个壁画，佮有社会议题，啊，佮较趣味就是一个区域吼，比如讲一个区加个其他尼大个所在，叫做墨西哥区，啊，一区吼有几啊十幅个壁画，啊，即摆即幅做好，明仔就换做一幅，啊，一侪人啊，有个人关，因兜破掉的镜子，有个关破掉的碗，有个关破掉的什么，反正拢是迄种再利用，对材料再利用。
来，更加重要是，啊，即摆今仔即摆做完，哇，做了一摆，等轮啊要去转来看即摆的时候，哇，即摆歹去了。哎，他们又发展出那种需要壁画的节庆，哇，哎，足趣味的啊！哎，阵我就讲，哎呀，那温泉哦，真适合台湾后尾二个所在，啊，所以就去酝酿。这2009年，阮迄阵就看到伊讲，哎，啊，这个大西里面2006的反水库，2007这个宣告失败，2008。2008开始盖水库，你看嘛，2008都在清水本质证明，正式动工。我迄阵拢要取消，你看，因为大家人也想讲，啊，咱绿色执政清水本应该关起叫做无鸟。然后呢，2009，它盖进度不错，超前，结果你唔知拄着什么物件，大水落大雨，伊迄即侪工程都失败。到2010，到今嘛，你看到今年啊，七几年啊，鼓山水库还没盖。啊，迄个海边，我们要起一个波光石的话，迄阵叫做八千大力钢厂。啊，拼啊！啊，所以迄阵阮就想讲，哎、欸、呀，要起八千大力钢厂。鼓山水库的议题输，但是嘛是爱去换，咱就爱转战，拼海边。所以迄阵就开始咧思考安尼阮。2010年，一群囡仔去这个，那2010去，啊不，2009，讲唔对，2009的这群囡仔，是不是有机会来台西家，甲墨西哥去看的代志，人家来做一点啊什么的可能性？所以当时好的，这年纪就开始咧，大家拢。我只拢开一台车，走去到台西，咱台西偌远？伊一段时间一开啊去台西，唔大到要死，啊去都爱啉的嘛，了时啊再拢话，唔免讲伤多，啉就对啊。因那可爱人哦，无啉真正无气力啦。可爱人讲的了是无声的，那迄落啊，迄块有路无厝的嘛，足大声的。反正，我迄个所在，我感觉是真复杂的所在啦。然后，啊。就是你都看伊都平常时拢一个起落一直啉，拢唔免做工课啊，忙完到时伊这种物件，啊就那是讲跩人变哪含面跩会当。你爱因的人脉就对了。所以阮就去这里只阿公，拢永远拢看到这阿桑默默在努力，啊，干脆无用啊，所以这阿桑不管泡茶安尼无用，啊无就是唔安尼下面啉。他背什么？伊背啥物？伊去排蛤蟆，啊无就是阿伯。哦，这嘛老啊，爱着拢去掠一挂跩潮间带的物件。介，啊，阮拢缀伊啊，你看，你敢知影这偌偏呢？真正卡，食粉上贵。这个道理用一句话，爱一支扁担是路会捡的迄个顶的牡蛎科龙，对无？留下来的东西，爱这两个房海当一直在利用，啊，一支扁担，反正你看，伊无什么成本呢。他只有一种带着技术，然后每天去那个海，他只要比较认真一下，每天去这样，一共一斤两关。我真我袂记数字了，但是我有，迄个即马粗锅皮哦，拢超过600块啊，就是讲伊安尼一抓，去工作无偌久，啊就600块，就歹食。伊啊，等下卖到去骑路边啊庙边啊，啥了二啉，啊伊其实啉嘛啉无多啦，一罐迄个宝丽达米迄东西，我唔知怎么记个。迄当时一罐60块啦，佮送买两罐送你一罐迄、那个，互你敬啦，三种什么沙沙叶啊、波兰咖啡啦、维他露 B 三种互你敬。意思讲开120块送一罐物件，一罐物件是安尼，伊会问你讲你是要一外口拍你嘞，一外口拍你就爱买维他露 B， 染咧即个保利达 B， 讲安尼饮讲困难，啊佫袂热着。啊！你一定小可叫热着，你爱紧染这个沙沙叶，哦。啊！你啊中昼想要湿一下，佫是不爱困。你看，既想要有酒精，又希望不要睡着，那要什么？迄、那个宝丽达 B 加，不是加蛮牛吼，蛮牛收贵啊。加波兰咖啡，波兰咖啡是公认那个咖啡豆里面最劣质品，内底咖啡因超高，对不？所以你若要熬夜，你啉一罐波兰咖啡，一定冻头。好，他们就这么搞。那伊，互你饮两罐宝丽达 B 嘛，就无赖，就困去，爱困哦。
就别个啉啊，就炒饭啊，所以两罐嘛才百二，二六百块，嘛搁赚四啊八，四啊八，互你八十块去买一支，买烟吼，伊一斤嘛搁四百块啊，是无？哦，啊，所以你看这一个好爱人，伊才工作几点钟，伊就我真好相处，伊个海啊免租金的，逐工去到伊。所以我们那时候一直带着这些学生在研究这些人在干嘛，然后像这个也是别人的渔翁，他都没有徒弟哦，可是别人的渔翁才收完，他就去捞，他有一支工具，雷鬼就这嘴贝类特别精，啊，赶快啦，一天都卖几啊百块啊，慢慢有当生活啊，啊，伊即马伊可能去工作两点钟啦，啊，即马等鱼了就开始一个一大清清晨去做这项活，啊，过来就去。用尿迄个鹅啊，伊尿鹅啊，就默默的尿，伊一工要赚五六百块，啊，再搁赚五六百块，伊赚千二块啊，所以1200他已经可以养他的小孩或者孙子。所以台西温快的这个景象，那个很多小孩子，通通不是没有父母亲，就是只有爸爸，然后谁在养？阿妈或者阿公，啊，这个很怪。在台西很多啊，我们那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的社会问题，知道那个社会一定有问题，不然怎么一直欢迎六轻赶快再盖什么八轻大炼钢厂，所以有问题。可是哦，那然后就看到另外比较好的就是可以有这个出去出海哦，然后这种因为科台嘛是我袂歹努力，啊，这种东西它底层。我较无钱的拢做种种代志，啊，但是伊生活嘛袂歹。那他低头，然后旁边这么多的白律师跟他维权。你说啊，这么来社会，很多人是不是要等待假日还要去三年？对不对？人家他不用，他每天只要好好的工作就生态跟他在一起。啊，后来我发现这嘴的努力，那这嘴在白亚嘛开始翻滚。然后我们那一点就开始在想，哎。文革啊，然后这个年轻人就变中年，然后他带我们去看很多垃圾，那有的是好的，啊，这些贝类用完之后，然后海产店吃完之后的贝类都乱丢，然后渔民那个保利达的零完了嘛，我袂听，这整个环境看起来不太好。你看这个要靠谁执政哦，都不太有办法做什么事情。我可以这么讲啊，到今年为止，台湾从来没有一个公共艺术说哦，政府去做或者民间去做，附近的人来过家那报嘞。我告诉你，我只能说，至少我现在发现的是台西壁画，怪手要去的时阵，还佫有居民安尼靠家，要去含迄讲要去拍迄个西怪手的，是无人会安尼。而且这个发生多久呢？连续四次。讲大细即个地方要听吼，伊也唔听较紧嘞，伊搁听慢慢啊。每一届去，啊就出错，唔是迄个无炸公文，无人回公文，就是迄种无叫警察，啊结果附近的人比发手的人较侪，啊就去叫公文，啊即卖就只有讲啊无要听只听别个安尼，啊即卖搁懂，啊即卖到尾搁有一工搁叫讲四空。讲到四康了，伊阁讲啊，无进来开这协议书无？吼，我伊即马就写做听讲吼，迄个请结构技师针对墙面做补墙方案之后，择日哦，再讨论本案。结果闹命，无择日了。然后目前先暂停有关墙面拆除的相关作业。我爱就叫大家卖愤怒啊吼，因为啊吼，交易处长出奇，啊就做这件。啊，结果诶，毋是共款听啊，也无去择日来商讨啊。所以这我感觉这侪用骗你啊，用骗。他们为什么要把它拆掉？拆掉比较好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啊。啊，这就是讲有一挂人伊这伊偷谈的物件是害羞，啊，伊就当去掠伊的利益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有诶人是自己的余温。是无同款的画面，以后阮迄阵就传跩囡仔去动，还是爱去蒙拉行这，所以就去佚佗囡仔。你话偌出名的迄年哦，就爱阁叫这个龙华的这个丁总，西牌啊，阮超载阮啊，我就带。啊，跩人去佚佗了，爱来做工啊，爱做啥物工？
开始爱去研究，慢慢来教学，啊，不要教囡仔，啊，不要做工，从那年哦，做正做工过，我就开始去看跩文革，啊，了后去看台史一寡较地方知识。你讲啥？即、這个我国小个毕业，少年时阵出去外口，大细出拢换，即个伊讲，啊，即个艺术家蔡英杰，啊，迄阵我，啊，我就带伊去大细毕业展，啊，阮就开始咧研究，伊讲伊有一间实验室，啊，阮就入去看嘛。啊，我先讲，迄阵发现在，原来吼，伊个实验室一间较低调。如果在海边台西哦，你也看到，远远看到一间较低调，迄内底绝对低调。迄内底资产几百万，伊啊一间，啊，伊咧做啥代志？一个国小无毕业个，啊，佫老伙仔，佮我教安怎看显微镜。你的物件转多少？物件转多少？我笑哎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哦，然后现在把它放大几倍，然后你看到那一滴水上面是有文革的苗。哦，哎，伊那都用一礼拜，伊的海水去捡起来一礼拜，甲伊饲一个月，啊，都现在看起来边仔拢沙，但是这拢是文革。哦，哎，足趣味的哦。然后呢，吼、哦，过来这种文革哦。我一定尽量去吧，这一定一个要一个月的文革啊，就我解决。啊，本查伊啊，给我看，啊无到一礼拜的种水，反正就当遐，我一解了，我妈哎，台戏还不错呢，这些嘞，啊了就传去看外口，我迄阵做这多代志啊，啊去看人个臭屁下水，哎，我介注意啊！哎，一沿海地带继续往天涯，后面那种，这许光武无，你都看一下嘛。哎，我们带这些人，就是反水库失败之后，你嘛爱有所在啊，反出嘛吼。哎，怎么就讲安尼，大家去做这种较付出劳力，啊，爱去他们交陪，爱了解地方上面是怎么了安尼。所以有一点爱做田野调查，啊，可惜跩人拢无要写入来，所以。所以拢干去爱啉，我习惯也是老啉的啦。我不是爱载去，嚯！你啊含国外人无会啉，国外人无拢倒，伊也袂倒，所以我拢爱载去。老师就是啉就对啊，啊我负责超代志的。你看啊，就安尼，我迄阵安尼规定的，即个壁画拢总五千年啊。而且我都想象，我爱去安尼交陪，啊去了解即个社会，啊怎啊看到六千只古画，啊怎啊变哪解？迄阵就开始啊，讲啊，好，咱来做一幅壁画。啊，阮就规个整规个台西乡哦，四界乌白走，好、哦，找到什么好朋友，就带阮安尼四界旋，找，啊，你还找无迄落适当的所在，找迄种提案，蔡英杰袂爽，艺术家讲袂瘾，啊，你还找迄种一挂爱情。迄种台西的迄种规个社会都袂爽，做爱强啊，着恁跩人，阮家己都咧话啊。你平常时，迄落过年的时候，着家己乌白擦啊，影安尼无好。啊，所以即摆着爱尊重艺术家，想要做一包，唔是安尼简单做，啊有欺骗，哇，安尼别人无欺骗，爱一包试试，哇，也是我做一包三十刀，是啊有欺骗。啊，这个东西拄我找着相案，即摆的教育处长。去当时代理处长，啊，现在去找代理处长，去当时哦，有一个机要秘书叫阿甲，这个地保爱叫阿甲，啊，边仔这个叫代理迄个教育处长，所以伊好伊就带阮人咧行偌久咧，所以这个阮以前一直认为讲这个教育处长安尼无简单，为迄个五年前，大家做伙做一件代志，今仔日伊做教育处长开始。对咱做诶代志真用心，那会怎样？缺充，我终于知道了。当官的人真的不要相信他。你要诶，伊即马吼，一讲协调会我无去。伊即马讲啊，你们这些人哦，选错了地方。啊，就跟伊讲，这个地方已经都是什么 BR。我想讲，我知影台西国中诶。中间和边啊，迄种最严重啊！你讲伊海沙屋，我拢认同。一多钱嘛，迄东西，大家去处理的时阵，艺术家开门，这边啊，这拢无大，无咧互师生，这挂个教室，唔知咯，内底拢是去一个重要仪器啊，什么实验室无，就是音乐
的这个器材。我都捌咧听过讲，因伊遐发生啥物天花板啥物摔落来，安怎呢？啊，遮拢无去做标查，啊，即摆壁画摔咧遮。啊，因这个所在可毋是咱家己选，佮因婚姻观介入。啊，这条钱啥个？这条钱迄当时补助50万，是迄、那个迄当时迄个杜正胜做教育部长，啊，伊在含婚姻观政府请，婚姻观政府其实就是即教育处来处理。啊，拢同款，同款是教育处来安哦。啊，五年前安尼欢喜，加五年后讲，啊，迄阵个安，同阮可能无关系，无关系啊。真少钱无关系啊。